Okay, 所以我们最后一次，这是 the last run of presentation 哈。今天一二组报告完，下次第三组报告 ，your job is done。那最后一篇我会来负责报告，因为那个是我的论文，所以我想我报告最简单最清楚。那基本上你们的 presentation 就到下一次为止。那接下来你们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个 working paper 哈。Again, 我一再强调哈 ，working paper。I don't expect an extended thesis, okay? It's an attempt to solve a small problem. So define your problem as clearly and as specifically as possible. Okay, 我宁愿你做一个小的题目，但是你考量得很周到。如果你觉得说你在这个阶段你没有办法去解决一个问题，你宁愿针对某一个问题做一个比较 thorough 的 literature review, it's also fine with me. 但是这篇文章我想不用超过十页哈，你如果想 more than ten 的话，当然也很好 ，but you don't have to。那很多人跑来问我说，老师要几页？我通常不太喜欢回答这种问题哦，因为老师跟学生的 perspective 永远会不一样。对你们来说是 I need to get my job done, tell me how many pages so I have an idea。从我的角度是 What do you want to do? OK? 那这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这种态度。你到底在这一整个学期当中，不见得是在我的课，也许你听演讲，也许你上其他的课，你有没有对语言的某一个 problem, 某一个 issue, you feel interested, you feel curious about it, OK? 这才是重点，就是你想做什么，那你来跟我谈。那我常常觉得很奇怪的是，其实语言的问题好多哦，可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们跟我谈的东西都是那个人家已经我不要讲食人牙慧啊，可是实在不是什么很 interesting 的东西。我越来越觉得最近语言中的一些变化其实才是好玩的。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新的变化？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你看到麦当劳在讲 I'm loving it 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啊？你有没有任何 sensation 啊？这马上一个 counter example 嘛 to our most typical constraint, 对不对？ progressive with whatWith what? With stative verb. Stative verb, mental verb, abstract verb. Right? 了解我的意思吗？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I'm loving it. 那你有了这个想法以后，你会不会想去 corpus? 那天那个 John Newman 啊，我特别请他来，就是要让你们知道，其实 corpus linguistics 才是现在一个另外一个方向。我不要讲说是显学，可是是另外一个 alternative。那你可以去看看 corpus, BNC corpus, whatever, 他那天介绍的那些 corpus。如果你们要档案的话，我这边有他整个的档案哈，我可以把他 email 给你们。诶，去找找看，除了 I'm loving it, 我相信还有很多我们所谓的 exceptions。OK? 但事实上这些不是 exceptions, 也不是 counter examples。他们就是 what happened in the language。那 what is going on there?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想想去了解，所以也许对于 progressive 我们要有另外一个看法，那个可能的看法是什么？ You try your best to give me an answer. The answer might not be definite. Okay? Might not be even correct. That's fine. But you tried to look at some of the related data and try to argue for something. Think about something. 这样可以吗？所以 again, 你要自己问自己哈，到底我对什么有兴趣？那如果你对事情没有兴趣，你可以去看语料，看口语的语料，看其他的语料都可以。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那时候也觉得我想要谈的问题什么背啊拔，人家早就谈完了，我不想去谈别人已经谈过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因为上一门课，我必须要去 transcribe 一些语料，就是 spoken 的 corpus。刚好是我跟我先生还有我公婆我们的对话，我就是看那个对话。我就一直看，我就想说，我想从我的 data 里面去找到问题，结果我就真的在我的 data 里面找到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问题，从来没有人解决的，就是有一堆的旧在我的语料中 ，OK， 每几个句子就一堆旧，然后不管是因果啊，不管是时间啊，不管是先后啊，不管是 conditional 条件，就一堆的旧。你注意我讲话有时候有一堆的旧。为什么这么多旧啊？那就是让我
感觉有兴趣的，然后我就去做。我做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很多人已经做过旧跟财了，但是没有关系，你好好去读他们的东西，他们的出发点跟我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因为没有一个人看 spoken corpus， 那就是我掌握的一个 edge。 过去他们的语料都是自己想的，或者是以前的人一直 quote 的，然后他们比较都是把旧跟财做相对的比较。可是我发现我在看 discourse corpus 的时候， no， there are tons of 旧，但是财很少很少，所以这两个绝对不是完全的对等。 OK， 语义上他们也许对等，可是语用上却差很多。 there must be something。所以我就抱持着，因为我看不同的 data， 我就一定有不同的发现，我就去做了我的论文。哎，后来证明真的是很有意思。那我从看旧的 synchronic behavior， 我又 lead to another question， 到底为什么旧今天会做这样子的一个 discourse marker？ 旧过去不是动词吗？所以即便我从来对 historical linguistics 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在我论文写论文的时候，我突然对它有兴趣。然后我开始挖，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挖下去。所以 ，you know， 没有别的道理，就只是因为我有兴趣。OK， 那对你来说也同样的，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到底哪些语料引起你的兴趣？其实最近我常发现你们现在有一个很习惯的讲法，目前还没有人做，就是对，对。为什么你们常 present 的时候就会说对，自己说对，通常对是别人给你的 back channeling 或是 response 嘛， right？ 我讲话的时候，哎，你们说对，有道理。可是现在是 presenter 自己在讲，其实你们的 presentation 当中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哦。那你自己在说对的那个对到底是在干什么？所以它一定有一个 discourse function 在那边。OK。像去年我也丢一个题目给喵咪做，就是我发现很多人用这个字 ，OK， 我来用了。我刚听到的时候，我每次一听我就会这样子吓一跳啊、哦。为什么？因为应该是我来弄，在我的 dialect 当中，或我那个 generation 的 speech 里面，是我来弄。可是现在你们全部都说我来用 ，OK， 那个很好用。可是那个用不是 instrumental 的用，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其实是一个 pronoun 做，我来把它弄好。你说老师没关系啦，我来用。所以它完全不是 instrumental， 而是一个 verb。那个 verb 的语义是新的，绝对是 derive 来的。那受到什么影响？当然是受到台语的影响。可是你不能只是说受到台语的影响，你接着要问是那影响了什么？那目前它在这个语言当中担任什么样的 again？功能形式是怎么样？所以形式你要先问是哪些情况你会用，你会用 OK， 缝的描述，结构的描述，了解吗？形式的描述，然后你问那它到底在执行什么功能，目前看起来有没有什么样的 constraint， 有没有哪些 condition， 这就是一个题目啊。所以很多你们看到的新的词汇进来，你们应该比我更有感觉。那做一点新鲜的东西，然后看不同的语料。我上次在 Freisinger present 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他讲那个 progressive。 Honestly 我觉得他那篇文章还没做完，那他自己也承认，因为他已经讲到第一个 level， 可是还是很 vague 的 level， 就是 pragmatic dependent。 可是 but everything is pragmatically dependent， and you know you can say that to a certain extent， you still have to specify what is the relevance there。 那他讲 progressive 就让我想到曾经有一个你们的学姐资君，对，他做了 progressive 的论文。那时候我请林老师，因为林老师有做过 aspect 的研究，刚来的时候林若望老师很生气，他觉得说这个东西大家已经做过了，你还做什么？我就说林老师你先不要急，我们看的 data 是 corpus data， 就是 Google 的还有中研院的。我说这些 data 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因为所有以前的人觉得Progressive 不可能跟 achievement 合用 ，OK， 死啊，丢啊，破啊，绝对不可能。我们都发现了，也就是过去所有的人研究的一些，尤其汤廷慈老师做了很多这种 paper， 他以前都会说什么动词可以跟什么合用，我们发现都不成立，因为语料中全部都有，而且不是一笔耶，
我们发现十几笔，当我们把 data present 给林若望的时候，哎，他没话讲了。那你要不要去解释？那解释什么？解释你就回来你以前学过的东西，你目前学过的就是 debug， 有讲到 progressive， 还有你们学过的这几篇 paper 提供的一个理论架构。所以我们就回到 debug 讲 progressive 有三个东西 ，OK， 还记得吗 ？Proximity， right？Close shot 的 perspective， simultaneity 跟 ongoing， 那我们就借着这三个来解释在、正在和在、正在和正，他们有什么不同？所以你看到 data， 然后你再去找，哎，我以前学过什么东西，我可以用这个来解释。那如果你学过的东西不够，你去找到一篇 paper 相关的 paper， 就从那篇 paper 的 reference 里面再去找。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 paper， 就解决了。OK， 所以不管哪一个题目，你一定要先能够找到一篇关键的、一两篇关键的 paper， 然后从那边再去找别的资料，因为每个人提供的 reference 就是很大的帮助。那我今天讲这个，是因为我知道你们应该要开始去思考你们的小论文哈，一个 term paper， 就是一个 term paper。OK。那这是我们过去在国外训练也是这样，我从硕士一年级第一个学期，几乎每一个课就是要交一个 term paper。 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主动的学习，你会主动去找资料，你会主动去接触一些你没有接触到的东西。 我给你的课本只是有限的嘛，当你去做一个题目，你才开始建立你自己的一套体系。以前我去美国的时候，我也没有人给我训练。我记得我第一个学期修那个 TESOL 的课，哎，我就去找到一本书，我发现哎，好多人都 cite 他的，可见这本书很厉害。哎，原来他讲的就是 monitor theory， 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是 TESOL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theory。哎，我越看越有兴趣，然后我看别人对 monitor theory 有没有什么批评。我写的论文很简单，就是到底 monitor theory 是不是 valid？ 那我其实做的很多是别人的文献的整理，然后 state 我自己认为的理由。然后第二篇 paper 我也记得很清楚，那时候要写。reading， 我上一门课叫 reading， 然后那老师都是讲很多理论，不会有人去管中文嘛。但是我就觉得说，哎，我是 Chinese speaker 嘛，我就想去看中文在 reading 上面大家对他有什么看法。可是我比较对语言学有兴趣，所以我比较不去看 TESOL 那方面的。我看语言学的时候发现大家都在讲 phonological recording 的问题。OK， 我去翻那个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我就从十年前的就这样一直翻，那时候还没有电子资料库哦，可以去查，我就一篇一篇的翻，翻到有兴趣的我就看，然后发现 phonological recording 又是另外一个 issue， 大家就在问说 Is there phonological recording in Chinese？ 那什么叫 phonological recording？ 这个名词在我写 paper 之前是完全 unknown 的，我看的时候才发现，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中文不是拼音文字。那拼音文字通常你在念的时候一定在发音嘛，所以他们觉得很自然会有 phonological recording。 可是中文呢，中文的形跟音是怎样截然分开来的嘛，是 detached 的嘛，所以他们就问这个问题说，那 Chinese readers 在读的时候还会不会有 phonological recording， 也就是虽然你在 read， 可是其实你在 speak， 你的 mental 有一个 speech， 了解我在讲什么，了解吗？诶，那有 OK， 又有两派的讲法嘛，那我又找出我觉得比较有道理的那一派，原因是什么？我就最记起的，那是我硕士一年级，就跟你们一样，在这个阶段做的两篇 paper。那一个关键都是，我就去找一个我有兴趣的题目，那尽量把它写得完整，就是这样。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 term paper？没有的话，好，那就有已经有人陆续来跟我讨论他们的题目哈。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那个我跟其中一位同学在讨论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不管你做的题目是什么，你都会有贡献的。OK， 你这个题目做得出来，哎，你可以告诉人家说，哎，这是一个新的发现。你这个题目你做不出来，你也可以告诉别人你碰到的困难是什么，此路不通。所以不用害怕，那
真正重要的是你有兴趣做下去，你有兴趣去知道答案。OK， 好。那关于今天的第一个 presentation 的部分，我们就请是不是还有一位同学要来报告 construction grammar 的第四个问题 ？OK， again， 今天这堂课我们就要把 construction grammar 做一个结论。那你还有任何不了解的地方，就利用这个机会问，否则我就会 expect 你能够运用 construction grammar 去解释。那今天报告完，我会用一个 case 来再 illustrate how do you apply construction grammar to a real problem， 好不好？ OK， 老师，同学们，大家早安。我们这一组的报告很荣幸是由我开头，而又由我负责收尾。上两个星期之前，自己才告诉了我们 construction account 会比传统的方法更好，可是这个又好在哪里呢？这可以分从五个部分来看。第一个就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句的动词意思可以避开。第二，它在语义上比较简单。第三个 compositionality， 也就是结合论，可以保持住。第四个是补充。接下来这三个主要证据之外，还有两个次要的证据，一个是从句子的在脑中的 processing， 另外一个是从儿童语言习得来讨论。首先，第一个就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动词，语义就可以直接避开。比如说 ，he sneezed the napkins off the table。第二句 ，she baked him a cake。第三句 ，then talked himself blue in the face。请注意，这三个动词本身呢，都并不要求有一个直接受词。对，换句话说，他们本来并不是当作及物动词来用的。这么一来，假如我们认为这些动词有另外的意思，有另外的 sense 的话呢，那么它的基本语义和它的延伸语义，在它句中的用法便有可能产生混淆，也就是它们有暧昧的语义。我们的解法是，我们只要了解基本的的 construction 就差不多可以，我们并不需要来在动词上再强加一个新的意义。至于直接受词本身呢，它是由这个 construction 所允许的。接下来第二个就是也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避免循环论证。这循环论证是从哪里来的呢？首先，像 Chomsky 跟 Bresnan 他们的理论就有提到说，句法呢应该是词汇要求的一个 projection， 也就是说，句法的要词汇的个别词汇的要求会实现在对句法结构的要求上。至于这样子的说法呢，其实是源自的这种看法呢，就是认为语义角色或者是 theta role， 它其实是要由这个东西来预测它的句法规则。他们主张什么呢？第一个，动词应该是整个句子的最重要的东西。至于动词呢，它正如 formal logic 里面的 predicate。至于 predicate of formal logic 这一行，在座的各位几乎都有上过林若望老师的课，所以不需要再多解释。至于动词呢，它本身就
要求特定的特定的任员。比如说呢，像第一句 Pat kicked the wall， 或者 kick Bob the ball， kick the ball into the stadium， 三个基本上都有 agent patient， 可是有时候他只要两个，有时候要 recipient， 有时候要 goal。 然后呢，因为 kick 它有 n 个，它有多这么多个母语，所以呢 kick 它的语义上就是有这么多个，就是要求这么多个论员。但另一方面 kick 它有这么多个论员，所以它一定要有这么多个 complement， 一定要有这么多个谓语。的确，这就是循环论证，懂了吗？所以我们的解法是这样子，那就是直接和句子和双宾结构的这个基本架构连结在一起。至于动词呢，它到底要跟至于动词本身呢，就必须要和句子的和construction 的意义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么一来呢，换句话说，动词的意义以及结构的意义一定要两个之间的互动关系一定要加以讨论。再来第三个就是 semantic parsimony， 在 Levin 1985年他的主张，他认为说有证据证明动词有不同的 sense， 像第一句 She slid Susan the present， 可是我们不能说 She slid the door the present， 但相对的 She slid the present to Susan， 我们也可以说 She slid the present to the door， 是同样的双宾句，而且呢，那只是稍微对调过来，为什么一个无生物的子句就可以当作及物动词，都可以当作直接受词？什么？一个可以当间接受词，但另外一个就不能呢？于是他设定了有两种 slide， 一个 slide 它的要求是它的 goal 应该是 animate， 就是 she slid Susan the present。Susan， 它是一个有声可以动的东西，门不是。至于 slide two 的话呢，它就不特别要求，其实间接受词，也就是 the go 是 animate。但是相对的，我们比较一下 hand 这个词，比较一下与它意思相当的 hand， 它要求的话是。他特别要求间接受词一定要是 animate， 所以我们可以说 she handed Susan the present， 可是不能说 she handed the door the present。 所以呢，这当中一定是有什么可以简单的缩减的地方。因此呢，而且就所以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那就是 posit both an addition sense of slide and stick， 就是说我们把更好的办法就是呢，我们把原因就归在 construction 上面。第四个就是 compositionality is preserved。在讲这个之前有几个基本概念。第一个弗雷格原则不用再讲了吧，大家都晓得啊。第二个 Montague 他说过的 Structure Preserving Mapping for Syntax in Semantics。 第三个 Doughty 就是 句子的表达方式跟语义的表达方式的关系 是完全直接的。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些更，还要一些其他的原则，也就是说呢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may be in conflict with those in the main verb，
就是句子和就是 construction 的要求和动词的要求可能冲突，比如说像英文的 way。 我们举两个例子， Pat fought her way into the room. The hikers clawed their way to the top. 但问题是 construction 它只和 unergative 动词连用， verbs of direct motions are unaccusative.就是 unaccusative， 就是说这个是属于比较做格的用法，两个是冲突的。我们的解法是 The verb involved must be ergative before turned to be unaccusative into this construction。 所以呢，我们的结论是一个这一句话的意思呢，它是词汇的语义跟 construction 的语义的结合，这个跟 compositionality 其实是不冲突的。除了这三个最主要的证据之外，还有两条。第一两条，其中一个就是 sentence processing 的部分，这个就比较偏向心理语言学。首先，同样的一个 core， 同样的核心语义，在不同的句法学呢，可能有句法上它的在 processing 的效果可能不一样。比如说 Bill set the alarm clock onto the shelf， 说来告诉我这个 set 是什么意思。然后他们发现呢，在一开始就选了错误的用法的话呢，它的就是我们脑中 运作 process 处理句子的负担就会加重。但相对的，但是如果核心的语义是一样的话，比如说像 Bill loaded the truck onto the ship， 还有 Bill loaded the truck with bricks， 所以告诉我这个 load 到底是什么。很好，就是装的意思。所以你如果一开始选到的是可是这 onto the ship 的话，它的这个是句法角色是 go， 这个呢它是 bricks， 它是 patient。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说是选了一个不正确的用法的话，不正确的 construction use 的话呢，它所需要用到的脑袋的负担会比较轻一点。他们还做了特别的实验证据，就是把这一类的两种句子都拿去给作者、给受试者做分析，结果发现，就是说把这两种句子拿去给他们，就是把比较不常用的句子这种 sense 也拿下去，跟常用的 sense 一起去混合，然后也再加上一种像 load 那样子不同的 construction and reanalysis 的用法一起下去，问他们说这个句子到底有没有意思，可不可以理解，更好说是 do they make sense。 结果发现如果是 ambiguous， 就是可能有不同的用法的话呢，它的运作时间、理解的时间会比较显著的比较久，多出了差不多两秒左右，而且觉得句子 make sense 的比率比较低。虽然这些句子确确实实都是合语法，而且也 make sense 的，但是我们如果再把它拆开来看的话，要是从常用的 sense 或者是不常用的 sense 的话，我们发现不常用的 sense 需要花比较久的时间 来理解，多了差不多四秒钟左右。至于最后一个是从第一儿童语言习得来看呢，第一个就是动词的语义，当动词用在不同的句型的时候呢，它的语义不见得改变。像 Lando 和 Gleitman 就曾经表示呢 that a verb is heard used withto infer the meaning of the verb， 也就是说儿童会用句法
会用听到句子在什么样的结构里运用来推导出这个句子是怎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就是 Pinker 呢，他说 Pinker 他则说呢， Different syntactic frames are assumed to reflect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the meaning。 假如说句法的说句法说，如果我们认为不同的句不同的结构呢，会反映动词的不同成分的话呢，那么学出来的结果就会是出现不正确的东西。那么这个这么矛盾的结果呢，我们要怎么解决？答案是，我们只要承认句子的结构和语义是直接的有关的，而和句子里面的动词比较没有关，无关，两者是独立的。甚至我们放大一点来看呢，在句子里，在各种不同的 construction 里面，一个句子是动词的语义是固定的，维持不变的。所以我们的做，所以句词我们可以重新解释 Landau 和 Gladwin 的看法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当一个句子是，当我们听到一个句子在出现在一个已经出学会的 construction 里面时，小孩子就会假定说他一定会 construction 有关的一个 cluster 里面。换句话说呢，又是说呢，动词的语义不见得直接反，动词的语义不见得直接的反映呢动词construction 的语的意义。今天到这里，最后我们这一组的这学期的报告到此为止，谢谢大家。非常精彩啊，你的 presentation 很有条理，而且把重点其实都讲到了。 OK， 那你 presentation 最后一次了，也比较不紧张了哈，很好，继续保持轻松。刚刚的整个报告其实是条理很清楚的，虽然彦甫有的时候讲的并没有很顺，因为有一些地方他可能，那你们听懂了没有？你们有没有听得很顺啊？其实他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哦，有几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Implausible verb senses are avoided， 这其实是在讲说有一些 pattern 当中就是可以出现某些你觉得不应该出现的动词，那个叫 implausible verb。 那他给的 example 很清楚是这几个嘛，你就记住这几个就是所谓的 implausible verbs。所谓 implausible 不是说 verb 本身奇怪，是 verb 出现在这个 sentence pattern 里面很奇怪， or verb take this pattern of argument 很奇怪，再了解哈，可以吗？那第二个问题是 semantic parsimony， 这个是他讲的，我觉得有一点牵强了哈，但是基本上在上面吗？怎么会在上面？应该是在下面呢。对，应该在下面。我们只是要搞清楚他到底是在讲什么就好了。这是 circularity。这边。对，这里。他这里主要是在讲说，对于 slit 这个动词啊 ，slide 这个动词，如果我们只是从动词语义来看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这就是上次我们讲到那个 linking lexical linking rule 有吗？你对于它的这个论源的改换，你只能用 linking 或者是 movement 来解释， right？ 所以不管怎么样呢，你都需要有一个 additional sense of slide。 为什么？你看好，第一个 she slid Susan the present and she slid the present to Susan， somehow you have to posit both an additional sense of slide and stipulating that this sense can only occur in a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因为 slide 这个字没有这种用法嘛，了解我的意思吗？通常 slide 什么？I slid， 有没有？可是这里是在说我把那个书这样滑进去。有时候你们常把书丢进我的门口，
了解吗？所以 in any case 你都要 stipulate an additional sense， 就比较 costly 嘛。那可是如果你今天根本不去管 slid 的 meaning 或是它的 argument structure， 而你只是说它出现在这个 pattern 当中，它就有这个 pattern， 我用 pattern 代表 construction 啊，它就有这个 construction 的 meaning， 那你当然就是比较简洁嘛。 OK， 那什么叫 compositionality？ 这个我想 我不再特别的提了哈，就是句子式的 sum of its elements， 就是 compose 的意思啊。那它这里举的例子，所以每一个原则你只要把一个 例子搞清楚就好了。这里他给的例子是这个 I fought her way 跟 crawled their way， 这两个句子跟一般 way 的用法不太一样。通常讲那个 way construction 你会怎么用啊？ I walk my way toward home 嘛，对不对？ OK， 所以通常你用的是 an ergative 的动词，可是这边出现的却是 an accusative，所以他都是给你一些例子，然后告诉你说 construction 怎么可以解怎么解决。所以我说他为什么条理清楚，他有 example， 然后告诉你问题是什么，然后 construction 的 solution 是什么。Compositionality 呈现在语义必须被融进 construction 的语义当中。OK， 然后这个是 semantic processing， 这是用 processing time 来讲哦。那什么叫做比较 costly？ 或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两个句子哈，这个句子主要是对 set 的动词语义不太一样嘛 ，OK？ 然后这两个句子的不同是在后面的 PP。如果你说这是 two senses of set， 一般人在 process 的时候，它需要的时间比较多。可是如果你说诶，这我其实不是 two senses of load， 而是两个不同的 construction， 它需要的时间比较短。那 again 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是他做实验以后去证明的嘛。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他说 relatively cost free？ 他有实验的证明嘛，对不对？我们刚刚看到时间上面，这就是为什么彦甫用这两个图来告诉我们时间上都比较短。OK， 那他的解释是什么呢？他的解释为什么他是 relatively cost free， 比较不用用额外的时间，为什么？这边彦甫有没有讲清楚？为什么？很简单，如果你在这边就已经定了一个语义，你已经会 build up 某种 expectation 嘛， right？ 然后你到后面才发现，哦，看到这里的时候，你才回来要换它的语义， you need to change。 你知道你是先 set 了一个 hypothesis， 当你发现错的时候，你要回来更正。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个 level 的时候，你就已经把语义决定下来了嘛。可是什么叫 construction？它是一整个句子是一个 unit 啊，你了解吗？它整个句子是一个 unit， 所以你一定是读到后面你才对语义有一个了解。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所以意思就是你在这边多了一步嘛，你在这边决定了 verb meaning， 然后到这边才发现错的时候你就要回来改。可是如果是 construction 的话，我没有任何的东西一直到 the end， 我的 hypothesis 才建立，了解？它就少一道的手续，应该是这样子理解。 OK，那讲到 L1 的 acquisition， 这里主要的是说小朋友常常发现动词会出现在某些 construction 里面，那如果这个动词突然出现在另外一个 construction 里面的话，它是要当作另外一个动词去学习呢，还是它只要搞清楚 constructional meaning 就好了？ OK， 所以他说 on hearing a verb in a particular previously acquired construction， 有些动词一再的出现，我给他一本书，我送他一本书。OK， 我们就建立了一个 construction 跟 verb 之间的这种 association。 The child hypothesizes that the verb falls into one of the clusters conven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就有些动词跟某些 construction 它是什么 conventionally associated。 如果他今天听到一个新的，他要建立的 link 只是说，哦，这个动词也可以跟这个 construction
合在一起，而不是要去学说哦，这个动词有了一个新的语义。OK， 所以他建议的是这个动词跟 construction 之间的 association。The verb's meaning need not directly reflect the meaning associat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al meaning 是 constant 的，然后动词可以 fit in。OK， 那动词不见得跟 constructional meaning 要完全一样，它只是有一个 conventionalized association。这样可以吗？所以这几个是他提出来的重点。那我想，因为我刚好做了两篇关于，啊，没关系。所以讲完这些之后都还是英文啊， so far it's English right， 那回到中文我们怎么做？谢谢谢谢，你那里居然有纸巾吗？哦，你是要给我这个吗？你要给我纸巾，谢谢谢谢。连金发老师跟曹鸿福老师在清华啊，他们都会教 construction grammar。 我以前教词汇语义的时候，我也会提一下 construction grammar。 那这边我用两个 case study 来给大家看一下哈。在中文里面有一个你们的学长张群，现在在清华念博士班，他的硕士论文是在做形容词。我大概以前也提过哈，他在做哪些东西，就是个很或是非常，后面加什么，加所谓的 adjective， 或者是你我们当做 stative predicate， stative verb 嘛，对不对？他很高，他很有钱，他很聪明，他很漂亮， OK whatever。 那你看过去所有的 literature 大家不知道已经讲烂了，就是到底为什么很的后面只能接某种类型的动词，所以过去所有的重点都是在这里。What kind of verbs can occur after 很？有没有？所以你不能说很打啊，很骂啊， right？ 了解吗？所以大家一直在做动词的 constraint。 但是我就叫张群去找 corpus data again 啊，所有的新发现都在于你的 data 跟别人不一样。他去看 data 的时候发现什么？哎，现在你们也这样说吗？他很什么？他很瞎，他很什么？陈水扁。为了公平啊，他很马英九，两个一起来。他很蔡依林，他很草莓，对吧？我们说七年级生很草莓，哪个莓啊？哦，草字部。OK。他很巴辣，你们听过这个？他很机车。哎，他去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老师，其实很后面加很多东西耶。现在还有很扯，嗯，他很扯，他很瞎，他很堵烂，这些东西跟过去的研究完全不合嘛。这就是你刚刚看到的 implausible。”Implausible verbs 吗？可是这边他会不会其实已经转变他原来的意思了？像是说他很陈水扁，已经不是在指陈水扁这个人。哦，当然。是说他有很这样的关系。当然，当然。他其实也可以算是形容词的一种。不是这样解释，就是你的形容词里面是哪些形容词，你还是要搞清楚嘛。就像我们说他很希腊，天空很希腊，你说的没有错，他最后一定是 denote 某种 property。可是重点是你永远讲不完嘛，也就是说以前我们认为只有 adjective 这个 category 可能出现，事实上我们去看的时候 NP 没问题， VP 没问题，甚至是 determiner 它很那个很这个，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You name it， 大概除了 preposition 不能以外，不能说它很汉，它很货， OK， 它很在那里，大概除了 preposition 以外，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 preposition 我已经不太记得有什么 example 了。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意思就是说其实根本不在乎它是什么词类，而是它在执行一个语义的功能。那你怎么解释嘛？现在重点是你要怎么解释这个现象。所以我们那时候就
我们就把这整个现象当做一个 construction 来看，这个 construction 是什么？其实它很清楚的就是一个 degree modifier 加 xp。 这我们为什么用 sp 就故意让它什么 category 都可以，那这是它的 form。 上次我们不是讲说 construction 其实是 form 跟 meaning 的连接吗？那它的 meaning 是什么？只要你看到任何这样子的 construction 出现，它就表示一个 scalar evaluation of x of property x of property x。 这个 x 是什么？是 encoded or implicated by xp。 这就是它的 meaning。 所以你刚刚说的一点都没错，即便它是名词，即便它是动词扯或动词很抢，我们还看到有这个字很抢。 OK， 其实它都在 implicate 或 encode 一个 property。 那这个 property 是什么？这个 property 是要另外去解释，它可能是你知道整个 socially defined。 所以什么叫陈水扁？它的 property 是什么？可能因人而异啊，在南部可能他很陈水扁是赞美，也许北部是一种贬义，那个是 socially defined。 OK， 问题是这个 construction 基本上就是在表达这个语义而已，所以你可以放 whatever 进去， as long as there's a property shared or implicated pragmatically or contextually derived。OK， 那这就是其中一个很棒的解决。那这篇 paper 我觉得是一个大震撼，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整个的 shift， 整个研究的 shift， 从一直在问说是什么样的动词可以出现在很的后面，变成强调其实 degree marker 本身才是这个 construction 的 head。 所以它的 head 是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常数，这是一个 constant，这是一个 variable。 所以 constructional head 其实是这个 degree marker， 意思很简单，就是说中文有一个 construction 或有一种表达形式，它就是在表达 degree evaluation， 那当然就是要有 degree marker。 所以 degree marker 只要一出现 whatever 在后面的，你就要想办法去理解成一个可以被 evaluate 的 property。我们不会说什么很大，然后很什么，OK，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决定它的功能？你说的很好。有没有可能某一个情况之下，有一天我们会开始说很打，如果那个打在某一个 context 里面会有那个语义，语言本来就是一直在演变的，所以你只能够就目前已经有的情况去解释清楚，有一天新的东西可能会进来。 OK， 那其实已经看到很多新的东西在进来了。以前你不会说 很草莓嘛，你懂我意思，这就是一个例子，你怎么会说草莓从草莓族来的？那有没有一个情况你觉得以前不可能的以后可能，那是在某一个 context 之下它变成可能了。 OK， 那所以它的刚刚讲说为什么 advantage 要讲这个，就它可以允许新的东西进来，而我不用改变我的 analysis。 那再回到我先讲完这句话，我再回到我上次一直在讲，我们一直要强调是文法到底在 code 什么。 OK， 文法到底在 code 什么？如果中文今天出现一个很这样子的 construction， 相对于没有很的，它到底在 code 什么？为什么所有的 evaluation 都要加一个 degree？ 那这就是中文的一个 marking 嘛，就告诉你说你既然是在 evaluate， 我就给你一个 evaluation 的 marker。 所以我就跟张群讲，我说哎，如果你有兴趣你的博士论文可以做synchronic diachronic 的研究，你可以问说什么时候中文出现这个 construction， 而且很跟 degree 变成 obligatory。 你想想古代的英文此人高就好了嘛，就代表他是高嘛，可是到了现代英文他一定要很高。刘老师常喜欢用这个例子说，如果我今天说他高 again 是在一个已经有 comparative 的这个 context 之下，也就是说comparison 一定是你的 underlying 的前提。
如果不是 context 上面给你，你就必须要标记，就这么简单。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变成 obligatory？ 来，你要问问题。嗯哼，因为你现在就是你现在用不同 perspective 从 degree 这个角度切入，那你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变成说你把后面那个变成 XP， 但是 XP 里面它有些跟这很多关系，例如说高好了，就是刚才是 obligatory， 可是有些同样是 gradable predicate， 可是它是 optional， 那你要怎么解释这种 obligatory 跟 optional 的东西？那同样都是属于形容词。你说所谓的 optional 是指谁 optional？ 你说 degree optional 吗？ degree optional， 因为你现在把所有重心都放在 degree 上面。现在我再回到 construction 最基本的哈，我的用意不是在解释它高，我的用意在解释它很高，一个一个的来哈。我要讲的是说，中文里面提供一个 construction， 就是像这种，那它在表达的语义其实就是这个一个 scalar evaluation。所以我为什么一再强调说重点根本不在这里，重点应该是在这个东西，也就是任何东西我只要放到很的后面，它就在表达某一种语义。你刚刚所说的 optional 并不是 optional， 它是另外一个 construction。 从 construction 的角度，它没有什么是 optional， optional 是在某一个 construction 当中去定义的， OK， 你这个完全就是另外一个 construction。 那个 construction 是什么？它高，它有钱，它很好。你的那个 construction 要表达的是什么语义，跟我这个 construction 是可以脱钩的。那是一个什么 construction， 你可以再去定义。OK， 所以今天不见得只是比较，你知道吗？刘成商常常说唯一的是比较，其实不是比较。我举个例子，我们今天有一堆的人，我在 attribute 每一个人的特色也可以嘛。我说他高，他胖，你知道，他戴眼镜，他头发长，你了解我的意思吗？Exactly, contrast. 所以重点应该是 contrast. 那为什么在 contrast 情况之下它就不需要了？对了，某种的 comparison, contrast, 如果不是比较级啦，不一定是说，对，不一定是比较级。我讲的刚刚的那个 comparison 的意思是，它不见得是在同一个高的上面去比较，表示它很高，那是一个 contrast 的情境。那 contrast 情境在表达什么？即使是 contrast 的情境，我也可以，我并没有 rule out 他不可以用这个，他很高，可是那是 separate issue 嘛，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只要用这个 construction， 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个语义。因为你从这个角度切入，你是把重心放在了很degree。如果我们再回到传统的那个，我们用 quantity 上面去看的话，其实还是因为我们到时候就是如果你把重心放在 quantity 上面，就会遇到那种。有些会同样都是形容词或是动词，那有些会跟很，对，这个就是 construction 跟传统全部不一样的地方嘛，就是 exactly the difference 嘛。你刚看我们在讲的，我们就传统就是把重心放在动词上啊，可是他现在就把重心移了，他不说不是动词的 property， 是整个 construction 的 property， 这就是 exactly 我要用它的原因嘛。好像说你把后面差 D 跟 degree 之间的关系 detach， 是不是？没有 detach 啊，两个一定要在一起的啊。有些 optional， 有些 obligatory 的东西，那你就detach吗？我怎么可能 detach？ 我的 phone 一定是这样，没有这个 phone 的形式，就不是这个 construction 嘛。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重点，你就想刚刚我们一直在讲的那些东西，就是 instead of define eat， OK， bake， sneeze 有一个新的 meaning， 所以他们可以 take 一个 direct object。我把整个 focus shift 到我说这个 construction。只要是在这个 construction 当中，它就一定有这个 meaning， whatever 动词进来都一样，这是一样的精神啊。这是一个 construction， 所以它怎么可能 detach？ 这个 construction 一定要有两个成分才成立啊。whatever 这里进来的时候，它跟它会形成一个关系，所以 again 你必须要把你的 focus shift 掉，才叫 constructional approach 嘛。那我为什么不去？我为什么要秀这么多 data 在这边告诉你？就是如果你只看这个部分，你看 XP， 你看不完的嘛，新的东西一直在进来啊。那你就每次进来一个，你就要说哦，很多后面又可以加一个新的东西，这不是跟刚刚讲的一样？每一次你看到新的动词有一个新的用法，你就要加一个新的动词的语义。可是，就算老师你刚举那些例子，我还是可以 make 一个 generalization， 他们都是 adjective category。那绝对不是 adjective， 这怎么会是？你不会把一个专有名词放到 adjective 里面？
Never. 它 mini 可以，它 semantic 上面可以 change 啊。它 language form 虽然是就是一个 noun， 可是它可以。没有错，没有错，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就是说，今天这是一个 constructional approach， 你要不要用？你还是可以不要用。所以 Pink， 我想一定会反驳他说，我还是可以用 lexical linking 如何去解决嘛？你要就意思，我没有说谁对谁错，我现在只是在告诉你，我们提供一个不同的 solution。那你要用哪一个 solution？ It's your choice。你要就意思吗？你硬要去看动词，还是有很多人一直在看动词，我也在做动词语义啊。你要就意思吗？那我试着把动词语义跟 construction 其实我是同时考虑的，所以为什么我每次做研究我都一直强调，你先 define 你的 basic pattern， 那个 basic pattern 就是 construction， OK， 是 defining construction， defining 那个语义的 construction。 所以你如果一定要在这边做文章也可以啊，你可以说这个是形容词，可是你的就是他刚刚讲的就是 costly 嘛，你就现在变成所有的 category 其实都可以变成形容词了，你知道意思？那你本来的 constraining power 到哪里去了？因为它不是只是名词啊，它还有动词也可以进去，甚至 determiner 这个那个，就是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可以进去。甚至我不要讲完，我说，哎，它很那个，你知道，在讲话的时候它很那个，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你不能去定义的。为什么？那是 contextually 去定义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可是如果你把词性分成是先天性跟后天性的。那先天性可能它有一个 prototype， 它就是在那边。那后天性就是进入这个句子的 position， 对吗？所以所有的东西，我就说你绝对有办法。问题是你是不是 costly 嘛？你对你的 theory 其实已经 defeat 它原来的 simplicity 了，因为你等于 category 没有定义了，所有东西都是 pragmatically 可以进去。它那个先天性那个 prototype 最不是 typical 的东西。没错，没错。我没有说它永远都是这样子、啊。不是，可是。没有意义啦，因为你的 prototypicality 在这边全部都已经被改变啦。所以从我的角度，我会觉得你当然还是可以说你的嘛，但我会觉得用 construction 更简洁漂亮啊，那是我的 choice 啊。所以我跟张群写了这篇文章，那我们的理论就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就是跟刚刚一样的、啊，你在这个地方你还是可以解决你任何东西，你一定可以有一个说法的。所以你说我看的 data 都是很有出现的，因为你的 focus 就是在很，所以你的 data 都是很有出现，但是如果很不出现，我就没有这个 construction 呢。对啊，这是我觉得质疑的地方，因为你说我 data 都看很有出现的话，哎，这个你忽略了很跟后面差别之间的那个关系，有时候这个很是一个 optional 或是。我还是不懂你为什么不能够看清楚，我就是要有狠，我定义的就是有狠的这个 construction， 其他的东西是另外一个 construction。 就好像我刚刚回到他的所有的例子，如果不是 bake a cake for John， 我如果没有 I bake John a cake， 如果我没有 John 出现的话，那就不是 construction 啊。我为什么不可以定义一个 construction 就是有狠的，就这么简单，而且不是只是狠耶，它是所有的 degree 都可以嘛，非常也可以啊。就我今天要强调的就是中文里面就是有这样一个 construction， 然后这个 construction 的 definition 就是一定会有一个 degree marker， 所以它当然是跟 degree 有关的嘛。那我的重点我就是看 degree， 所以你刚刚一直跟我讲说 optional 对我来说完全不成立。就像你不能够说 bake Susan 的 cake， 那个你知道 Susan 是 optional， 不是啊，我要讲的就是这句话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我要定义的 construction， 它当然要在那里嘛，它没有 optional 的可言。如果它 optional， 如果很不出现，它就不是这个 construction， 它传达的就不是这个 meaning， 因为它没有这个 pairing 嘛。它没有 degree， 难道就没有下面那个？没有那个 degree。对我来说，这个 construction 就是这样。对我来说，我今天用的我所谓的整个的 approach， 就是我提供一个 alternative 的 explanation。是 constructional perspective， 我说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看成一个 construction， 那个 construction 的 definition 就是这个。再看了，我没有看到那些东西。因为你现在看到只有一个而已，那有时候那个有可能啊，有可能啊，那没有关系啊，你那个可以用别的来讲嘛，就是你可以是强调，你可以是你知道 multiple repetition。其实很多都可以啊，我很非常喜欢，可以啊。OK， 来。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如果在这种 construction 的结构下，就是它在这个理论的架构下，所以它不会去处理这个句子是 grammatical 或 ungrammatical，
我已经上次已经讲过了。不是，因为我想说，就是如果你说它高跟它很高是两个不同的 constructions， 那所以基本上，如果现在随便有一个外国人，他现在要学中文，然后那我如果刚就是我如果是采取这样子的 approach， 那他可能就会造出一些他很然后后面接的东西是我们现在语用上是不用的东西，那我没有办法告诉他这句句子是 grammatical 还是 ungrammatical。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你跟他讲得很清楚，你用这个语境你要表达的就是一个 scalar evaluation of property X， 这个 property X 是 conventionally OK encoded or implicated by XP， 他要讲的东西别人还是要能够理解啊。可是问题是他如果是一个 Y， 就是不是在我们这一个，没有问题，一样要有这个前提嘛。因为如果一个外国人他会用错这个句子，那他其他的也是一样会用错，他一样 equally 会用错，那是因为他还没有掌握好这个 construction。如果他掌握清楚这个 construction， 他就应该对这个 form 和 meaning 有一个掌握。那就像我们中国人会用错英文一样的、啊、你知道吗？你的问题不是这个 construction 的解释的问题，而是他基本上对这个语言所有的东西的掌握就是不够清楚。如果他掌握清楚，你用 construction 用 lexical rule 都一样，他就是必须要掌握到什么叫 conventional encoded 跟 implicated by X。 所以他可能会讲，诶，我今天很很，你知道很 whatever， 讲一个，很什么？假设刚刚我们讲的今天很可以啊 ，exactly 啊。如果他今天讲出这个意思，他讲出这个，他要表达的就是这个。那现在重点是，哎，他的 conventional encoded meaning 有没有被别人理解嘛？他很火星人，讲多了，大家也就理解了，他就已经变成这个 construction 一个可能的 realization 了，有什么不可以？嗯哼，没有错啊，不要讲外国人，我们也可能讲嘛，他很跳啊，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语义？没有没有，就算他很跳，现在重点就是 exactly， 我觉得你们问我的问题非常好，你们两个的问题加起来就是 exactly constructional 的 strength。 今天有如果有一个外国人他会这样讲，他就是把这个 construction 当作是可以去表达他要讲的那个跳的一种 scalar evaluation，那他能不能够被一般的人接受，就在于那个跳的语义能不能够被别人当作是一个 conventionalized meaning 嘛 ？OK， 所以在那个情境当中，也许他讲出来的时候别人可以理解，也许别人不能理解 ，doesn't matter， 对 ，doesn't matter， 重点是他表达的就是这个语义，所以他还会说他很跳，他想用跳来表达某种 property， 那个 property 他认为是你可以理解的，他可以理解的，这就是 exactly construction 的 strength 啊。只要他说得出来他很什么，他就是要表达这个意思。所以他讲他很跳，不是说你知道他去跳舞或者他跳人，就是要表达他很有一种 property， 那个跳要表达的就是某种 property。 OK， 来，有还是会定义吗？还是会有定义，对，所以我们会把我们从语料中看到的哪些 category 讲出来吗？所以目前你看到其实最不可能出现，最 unlikely 出现的是 transitive 的动词，就像他刚刚说的，那你还是会有一些 constraint， OK？ 对啊，但是少啊，但是比例上比较少了。所以还是说当然是 frequency。你看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例子嘛，对不对？其实它出现的比例还是比较少，所以它才没有成为那个动词的核心的语义。然后出现就是出现，然后就去解释它。因为它就是在这个里面出现，所以它表达的就是这个语这个 construction 的语义啊。好像XP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加那种有程度的，也是有程度的，就我说程度是类似像格字不语或倒字不语。你可以再看呢、啊，他很什么？他很打得来，他很付得起，有没有可能？他很哭的，他很难过的哭。当然，你如果变成得字不语，应该也可以啊。可是重点 ，no， 现在重点你又搞错了。重点是这个 XP 的后面如果要再加补语，那是这个 XP 里面的某些成分造成的嘛。所以你后面可以接很多东西。可是我现在强调的不是它后面再加补语的这种，对我来说你的 VPNP 还是可以 extend 嘛，对不对？可是那就变成你自己内部的就是这个 XP 本身的了。
你这样了解吗？这样，所以你可以去想想看啊，有哪些可以的，哪些不行的。我之前有想一个那个，我之前就是有一个那个 data 是，就是之前讲话都会讲一整个 X， 就是大不行。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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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为什么？因为两个都在形容 degree 嘛，道不行跟很都是一样嘛。那所以你不会有这种冲突。可是我实际上看到语料的是非常狠 ，OK？ 对，那这个 mechanism 你可以再去解释啊。OK， 所以你可以去比较，degree 在前面跟 degree 在后面的，除了那个道不行，应该还有别的吧？得之不遇也是的。得之不遇，那因为他是讲。那不见得是 degree 啦，他是讲 resultative 也可能。resultative 也是一种 degree。不见得一定要是 degree， 它也是 stative。它也可以是一种 degree。对嘛？所以它重点不是 degree， 而是得之不语后面可以接什么东西，不见得是 degree。我要强调不是 degree，OK？、Okay? 的就是表示后面的一个结束状态，那个状态可以是很多东西。基本上他我强调的是 degree 而不是很而已，因为很是最常用的，那很是 the most frequent frequently used degree adverb， 所以其他的应该也都可以。可是就是像比如说像稍微跟有点，嗯哼，我们就可以说它有点成熟点，嗯哼，但是我们不会说它稍微成熟点。你硬要说还是可以啊，就是说现在重点说不是你会有点怪嘛，比较少说，对，比较少说，中间他们的。可是现在我要再回去提醒大家啊，当我说有这个 construction 存在的时候 ，exactly 你的 degree 是用什么东西？我并没有讲清楚。我可以告诉你说 ，most frequently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most frequently 的是哪些？所以你刚刚那个稍微 ，OK， 它可能是 less frequent， 然后它在语义上在 degree 里面我还可以再分嘛？因为 degree 里面还有高的跟什么低的 degree 嘛？那这个所谓的。strong 或是 positive 跟 negative 的东西它本身就已经有一些语义的限制了 OK 它还有另外的哪些东西你比较常常形容 strong 哪些东西比较常常形容 negative 它都可以再继续往下看可是重点不是在这些细部的东西而是在于当我们今天去看到一个人用一个 degree marker 加某一个东西的时候他想要传达的语义有一个 relative constant 的 core meaning就像你刚刚看到 construction meaning 不可能去定得很细因为 construction 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范畴的东西所以你说 give 跟 sent 跟 mail 你还是可以搞清楚它实际上动作是不一样但我讲的 constructional meaning 其实是某个程度来说蛮 general 的你了解吗所以细部的东西你当然都可以一直讲可是重点是你要先抓住这是一个 constructional meaning 那 constructional meaning 只能定义在某一个层次 OK非常好的问题刚刚他们讲 advantage 的时候他们就是 exactly 觉得学语言会简单为什么因为动词有任何新的用法的时候你不用再去搞动词的语义而事实上这也许并不是很难的事情而是本来一个 lexicon 就包括这些东西词汇有词汇的语义句式有句式的语义因为就算你以前你说哦，所有的句式都是从词汇语义来的你还是一样很困难因为一个新的东西进去的时候你怎么办对啊 construction 可是一个 construction 可以解决多少动词可是会有新的就是如果是因为 construction 不是现在以前都是没有解释才会多一个新的 construction 不是啊天哪你怎么能够这样理解 construction 本来就在 construction 没有多出来 construction 本来就在
你从第一天你会用语言的时候，你就已经在用 construction， 就像这个狠的 construction， 你早就在用了。OK， 你早就从小你就学到有一个 construction 狠后面可以接某种东西。那因为它是 scalar evaluation， 它当然跟 scalar 的 adjective 最常用嘛。OK， 所以你本来在学习的过程中，你就是同时在学词汇语义跟 constructional 的语义的配搭，你没有比较难。否则你就不太可能，如果你没有 constructional meaning，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就 不可能有一种 intuition。 我要找本差，没有，我要找本差，就说其实这些东西我们本来就有了。如果对一个孩子来说，他没有学到狠后面加 adjective 是一个 chunk 的话，我的儿子就不会说我比他很高。如果你没有 constructional 这个东西在的话，你就不会。如果我今天给你一个东西，我说，哎，verb MP， 我如果给你这样子一个 construction， 我问你说，哎，这个 verb 是什么，请你填。我做过好多次这样的实验嘛，你会放什么动词？你有这个 intuition 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会放什么动词？Exactly， 每个人都说给送，还有什么，对不对？你就是会给这些东西啊，所以其实你已经 it's part of your intuition 了。我知道今天的讨论我有点急了，是因为我本来以为你们的脑袋可以转过来，可是我发现你们还没有转过来，所以我会强调说，它这个就是一个转，它真的是在转。那对不起哦，你们这个转完以后，等一下看 emergent grammar 的时候要再转哦，我先警告啊。所以一乘一、二乘二、三乘三都会得到一个值。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比如说这个乘这个之后得到的那个值是别人听不懂的。所以我还蛮怀疑说，它真的会比较简洁吗？因为你所谓听不懂是什么？你可以给我一个例子。像很大，然后很什么东西，那些东西目前还是不会被大家所接受。你就算讲出来，对，你讲出来，但是别人也听不懂。如果你会讲出来，就表示你有一个语义。如果从那个 second language position 上面，就是那些 speaker 本身，他们是你觉得他们会讲出很打这种句子吗？如果他有一个 specific meaning， 他才能讲得出来啊。所以第一个是我不太赞成他们会讲出这种句子。如果他们讲出来，因为 construction 就是好像对于这些东西都没有很明确的限制。No， 我还是一再强调啊。我想你们要先搞清楚，不是没有明确的限制。很多人批评 construction too powerful， 没有错， construction 出来以后有些人批评它 too powerful， 可是我觉得这当中有一个误解，就是 constructional meaning 到底是在定义在哪一个层次。我本来就不是要定义那个很细的东西嘛，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只能够定义某种，我一直在强调某种层次的东西，它已经是很 general 的了。所以今天回到你刚刚的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们一直觉得说一个外国人会讲出他很打，你可以去做调查。今天外国人会讲出来的某些话，一定也是在这个 construction 能容许的范围之内。OK， 所以你们可以去查，去找找看啦，你去收集语料。因为老师，你刚刚的定义是 degree 加上 XP， 对不对？对。所以理论上任何的东西都可以进入 XP 里面。你不能只看 form 啊，你还要再回到 meaning 的配搭。construction 是 form 跟 meaning 的配搭，也就是说。今天你学会，你不是只是学到，你们有一个误解，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你们可能一直以为说任何东西都可以进来。哎，从一开始我就说过它是什么 ，form 跟什么 meaning 的配搭，所以不要忘了还有另外一部分是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人用这个的时候，他一定是要表达我刚刚讲的那个所有的 meaning， 他才会用这个形式嘛。Exactly， 如果他要解释成这样，就是他本身就有那个 meaning 想要传达，那他就是已经在用这个 construction 了。那你能不能够接受？那就是他有没有 acquire？ 他讲出来并不是能
能够被理解的。我先觉得哈，第一个是你们的担心其实不是 construction 的问题，那根本是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那是每个人有问题。今天我就算我不教他 construction 的东西，我教他 lexical， 他一样会用错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在 acquisition 上面有 advantage？ 他从来没有说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的 acquisition 啊，你们一直用 second language， 因为当你们用 second language 的时候，每一个语言都有，每一个理论都不成立了。你想一个 second language learner， 他需要去搞 GB 的那个 XP， 然后一直搞上去吗？那个不会是在他脑袋里头的东西。你去问 lexical mapping， 然后他还要说哦，先 map 吗？你知道不是嘛？所以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的东西，其实对任何理论来说都会有问题的。我们现在解释的是我们的 native knowledge intuition， 或是我们的 use 的 capacity 到底在哪里？在哪里是真正一个核心？那过去我们只知道，应该说过去我们只知道 lexical 有 meaning， 现在他就是要转过来告诉你说，不是只有 lexical 有 meaning， construction 也有 meaning。 那这个东西其实并不难理解啊，因为如果 construction 都没有 meaning 的话，刚刚你们就不会出现任何一个东西，你还是有这种 你还是有这个，你还有这个 intuition 嘛，这只是其中一个啦。 OK， 那这个 intuition 是从哪来的？我的动词根本没有出现嘛，所以其实我们是有 construction 的东西在里面，他今天只是把它提出来讲明白。那你刚刚一直怀疑的是说到底这个 construction 有多细，没有错，我们可以再继续的搞清楚这个 construction 有多细，可是在 constructional meaning 定义的时候，你不可能定义的很细。就像这种情况，我也对仅多只能够说它是一种 transfer。 transfer 什么，怎么 transfer， 是不是 exactly 就要看动词的语义了？ OK，一样啊，就像你的 lexical meaning 怎么规范一样，你就 constantly 把它想成是一个 lexical item。 你的 lexical item 你要怎么去定义它在哪些地方可以用，它的语义有哪些限制， construction 也是一样的。可是又不能定得太细，没有定得太细的时候不是在 construction 的 level 吗？而是你在动词哪些动词可以进来的地方啊。因为你不要忘了它是要配搭 lexical semantics 的东西嘛，那你只能够说有些动词它不属于这个，所以它刚刚最后一句话说 conven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this pattern， 如果有一个动词它过去没有 associated with this pattern， 可是当它进来的时候我能够解释啊，因为它要表达的就是这个 construction 里面所赋予的语义。来，Conventionalized 的意思其实真正解释就是 frequency， 这个孩子常常听到，这个 speech community 里面常常用的，如果他被 conventionalized， 他在 cognitive 的 system 里面一定有某种意义的。我刚刚用 conventionalized 是在回到这句话，某一些动词他说啊，On hearing a verb in a particular previously acquired construction, the child hypothesized that the verb falls into one of the clusters conven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我刚讲的 conventional 是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在学习过程，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孩子其实 constantly 听到某些动词会被用在某些 construction 里面。OK， 所以你们才会，刚刚为什么我一问你们这个句子，你们就告诉我说是给，还有人说是送。OK，对，没有错，因为这个 pattern constantly 我们都会听到啊，然后它的 association 就是这些动词，所以这个叫 conventionalize， conven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K， 可是你之所以能够去把这些动词找出来，不就是 exactly 因为这个 construction means something to you。 OK， 那你说它是认知也好，你说它是 conventionalized 也好，那两个其实是相关的。那我们通常用 conventionalize 是说在这个语言中已经约定俗成，那什么叫约定俗成，就是 frequently 被用的嘛。所以那天 John Newman 在讲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在听，他说 frequency 是语言中一个很大的决定因素，就这么简单啊，我常常听到的就进入我的系统嘛，我下次就会用嘛。词汇有 hierarchical structure， 所以桌子椅子 OK 加起来才是家具，
那你定义的 construction 是在哪一个 level？ 所以一个大的 construction 底下还可能有 sub construction， 那你要定义清楚在哪一个范畴就好了。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们要想清楚哦 ，construction 本身的定义跟语言中一些一般的现象，你要先要把它 tear out。所以刚刚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刚刚逸勋跟我讨论说这道菜一整个油到不行，他说这个可不可以去定义是一个 construction？ 我说它当然是一个 frequent pattern， 但是你在定义 construction 的时候，你要怎么找到一个最 balanced 的公约数？你如果说这些都是死的，比方一整个到不行，这两个如果你都固定住的话，你还是可以，还有一些情况你会说哇这道菜油到不行嘛，所以可见它其实有一些是 optional 的，你就不用把它死死的放进去。那 construction 里面还有一种是叫做 lexicalized 的 construction， 就像刚刚那个 way construction， 它就只有 way 没有别的可以进去了， 那种叫做 partially filled construction， 就是某些东西我一定要 lexicalize， 可是像我刚刚定义的 degree 加 xp 那个没有 lexical 进去。那你所以有些东西你可以保持它的 optionality， 有些东西你要不要用 lexicon 直接去定义？ OK， 这些都是你要考量的。那我刚刚跟逸勋一讲，我就觉得它其实不见得一定是道不行，它可以是道什么，可是你可以定义的是它后面接的是一个 negative 的 state。 OK， 对啊，也可以啊，不是啊，爆炸不是，它是 positive 的陈述啊。你可以说到想吐啊，油到你知道想昏倒都可以啊。所以我才问他，我说你自己要去拿捏你的 construction 要定义在哪。你可以说这种 negative 的陈述是上面那种 extreme degree， 可是用其他的一个 subset， 这样了解吗 ？OK， 好。哎，亲爱的各位，我都不敢再往下上了，因为我们刚刚的讨论非常好啊。那我急着想要让你们赶快先接受 construction， 因为我们接下来又要把 construction 鞭打一番了。因为一开始 emergent grammar 就是要 argue against constructional approach， OK。所以你们才刚刚接受一个理论，我们现在要开始 challenge 它，可以接受吗？会不会一天三遍那样子，很难过。OK， 我想我们放轻松来看，你理解每个 construction 的出发点就好了。OK， 就只是理解，你不需要 take side， 或者你不需要在现在就相信什么东西。但是你知道，你如果要这样解释，你就这样子，这是一条可以通的路。好，那下面这篇文章呢？下面这篇文章也是在讲 argument structure， 所以我选这几篇就是大家都在谈 argument structure。 那我们已经知道一般 formal 的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lexical linking to argument structure， constructional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现在是 emergent grammar and argument structure。 那他们又要提出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想法？我们先复习一下好 constructionalapproach 里面的 argument structure 是什么？它基本上还是 relatively 怎么样 fixed， 对不对？所以我刚刚才会有那个VMPMP 的 pattern 嘛， right？ 虽然我的动词我没有去设限，可是这个 pattern 本身是 relatively fixed or relatively constant。所以不管过去我们学的什么是理论，什么理论包括 constructional approach， 都承认一件事情，这个前提很重要哈。前提是什么？ argument structure is relatively fixed， 就这么简单。那现在 emergent grammar 呢，要把这整个前提推翻。 argument structure is not fixed， is dynamicis emerging in discourse， 其实讲穿了就是这样子。
了解吗？ Argument structure is dynamic, is emerging in discourse. 那他用一个关键的证明是什么？ Again, 哈 ，again， 你们要回到 data 本身。他用的是他的 spoken corpus 的 data。他给的一个例子是 get 的，是不是？他让我们看到这个高频词。你要去定义，所以你看好他们选的，每一种的理论都有一定一套他拥抱的 data。Construction grammar 拥抱的就是刚刚那些句子，有没有 ？Sneeze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 bake a cake, bake John a cake。一定要记住这些 key data 哈。那 emergent grammar 他用的 key data 是什么？就是那些 high frequency 的动词。They are highly frequent because they are used in a larger range of context 嘛。那他要表现的语义一定就是多貌的。所以他的 argument structure 呈现出来也是什么？多变的。了解吗？那如果一个动词它的 argument structure 就是这么多变，有些根本你根本想都不会想到的。他就说，那对于 argument structure 的定义，我们是不是要小心一点，要给它一点弹性？了解吗？所以整篇文章说穿了就是这样子。那你要不要相信那是你的事啊？至少你先理解哈，你先理解人家怎么 argue。所以真的要学的不是你，你真的要一步步的想说，他这样子讲，那可能有什么问题？他能不能够自圆其说？他能不能够证明？我们这样一步步来看，好不好 ？Before we start， 还有没有问题？来，请说。你刚刚说就是之前的话是 fix， 可是我想问的是为什么？那我们之前假设学，我们。就是假设是这个好了，什么 BNP1、NP2 嘛，那我们可能还是会有，就是会有 B， 就是 put something on the table， 我们会说 put open the door 好了，就是有些动词是你的论子假设可以很多，我们会你说的 fix 是 fix 很多，我们知道它很多的那个论点假设的状况。你讲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在问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像有些动词，你看起来很明显就只有一个 NP， 就只有一个 NP 而已。可是有些动词，你就会直觉，例如说像"给"啊，你就直觉它至少有三个 NP 或两个 NP， 而不是像"开门"，不是像"开"这个动词。对，我所谓 relative fix 当然是 relative to a lexical item or construction 的这种解释啊。我不是说 fix 的意思，不是说只有一个或两个，而是说。它出现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情况。OK， 所以你大概最多我们最多预期它最多到三个，所以两个一个我们都可以接受，就是这样子。没错，就是说什么叫 relative fix， 我再解释一点，它是对我的那个 fix 的定义有点模糊啊。意思就是我今天说 put 这个动词，那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说它是一个 two argument verb 嘛，这就是已经一个 fix 的概念。它大部分出现的时候是要有两个 argument 的，这是一个 fix 的。对啊，可是我会觉得说，你老师你刚刚都说它大部分出现是两个 argument， 那这样就是也是用 frequency 来看啦、啊，这样我就觉得跟也是他也是说它大部分出现我们才会定它是两个 argument， 我了解你的意思。那我想说读这篇，这样还是 frequency， 这样子有什么不一样的？你说的没错，他后来在定义，他到后面的时候他就讲到，我们通常看到比较 fixed 的那个是 frequently occurred 的。它只是就是本来就是它只是就多了一个自己。可是重点不是这样子啊，重点是你在 discourse data 里面有一些动词，我们一般所认为的那种 fixed 都不出现，这就有点像我前一阵子讲到 GB 用的那些例子，大部分都是 the cat chased the dog 嘛，张三王五的，对不对？你实际在语料里面你看到的不是这个样子，他今天讲的也是有点这样子。我们以为那些 fixed pattern 在 spoken corpus 里面居然不是大宗的，不是这样的哦。你知道吗？我刚刚对不起，我刚刚用那个 fix 说，大部分的情况是我们概念里面觉得大部分情况书面语的，好不好？可是他看的是 spoken corpus， 所以其实像他语料的选择性还是有。他有没有看书面语？我不确定，可是他是看一个 corpus 的语料嘛，对不对？主要是 conversational 的，对，主要是 conversation。我想他们应该是 emergent grammar 一定要讲 conversation 啦，因为真的实际上哦，你在看，即使是我们一般中文的。它的那个动词的 argument structure 真的被 blurred 了，你很难去找到一个 fixed pattern。
我刚本来想用一个例子在讲那个很呢，意思就是说我刚刚讲的整个的精神只在一件事情。今天如果你听到一个人，不管是外国人也好，谁也好，他说，那个人很什么 ？OK， 他一旦出现了这个 constructional head， 你就可以 expect 他要完成那个 construction， 去传达那个 construction 的语义。可能也许很不出现，你都已经说哦，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可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也没讲完，对不对？那 exactly 你在 spoken corpus 里面，你就会发现很多 argument 不出现，或 argument 被改变了 ，argument 是你不曾想到的东西的。你看 get 的那些例子就是这样。OK， 来。那我可以把这一篇文章定义是它是一个 discourse， 就是 face to face 那种 communication 的那种 discourse grammar。所呈现出来的语言现象，它因为它只有呈现，其实我觉得它并不是本身那个 lexicon 本身的东西，它呈现是，因为我们 face to face communication， 你的那个 communication 的 information 很高，我们自然而然可以把东西很多东西省略。可是今天你是打电话，或是寄信、写信，或是你是出书的，你不可能省略那么多东西，不可能就不可能 pattern 就不可能像它那样子。它其实是你在不同 level 去看的东西。亲爱的同学。还记得在第一堂课我曾经提醒你们什么吗？回想一下，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啊。我一堂课我就说，不一样。他看的东西不一样，他问出来的问题就不一样，他的答案就不一样。所以 data 决定一切嘛。当他去看的是这种 real time 的 face to face 的 conversation data， 他看到的 picture 就跟我们一般以为你在看 intuition 那种 elicit data 不一样啊。那既然你这么不同的 data， 你当然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们现在先不要先保留我们的批评啊，我们先看完好不好？先看他怎么样一步步的 argue 下去的。好，来。那我们接下来看名字那个 emergent， 就先从字面上来看，说查字典的话，是什么突然出现的意外的，或者什么紧急的之类的。那为什么会这样用？是因为我们在那个他的英文说他的 grammar 不是说是 fixed 的，就是说我们字典列的就是那些，是说我们怎么用它才会有这样的形式，就它是一个 real time 的 sample， 就是说那种它的 emergent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对，然后刚刚老师有讲到，它是跟着我们就是那个我们是用那个 function 的来定义这个 grammar， 我们要怎么用它才会出现，而不是说一开始它就白纸黑字列清楚，然后我们就只能照着办。所以他说的 grammar 是说它是一个 constant， 就是说 evolving， 然后 dynamic open ended。等一下，好像你们看到这些时候，你至少要把一些词 keywords 记起来了。什么叫 evolving dynamic open ended？ 即便你还不是很体会，先记起来，这就是这整篇文章要讲的重点，可以吗？好。然后他讲了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就是那个文，就是我刚刚讲的文法，不是说我们就是列出来，然后我们就只能照着办用，而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会是，我们想要表达什么，所以我们才会去这样用，这样用。对，那我来录下来。你每次都洗掉吗？还是没有把它都存起来？太好了，那个来可以给大家 share 然后呢，再来就是看到，就是我们如果要用 emergent grammar 来看 structure 的话，我们不能就是只是看这些，我们比如说什么 structure 或什么之类的，我们要先从小的一个单词一个单词来看，然后再从这单词跟这单词组合，它变成一个 phrase grammar 来看，然后再变成一个 small set， 比如说 clause 或是sentence， 然后再看到 discourse， 然后才能真正的了解说我们那些文法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就是一样，就是从那个我们不能单就什么一些小东西来看，要把主人放大来看。然后这就是 emergent grammar 的那个什么叫做 emergent， 然后之后宜家就会帮我们介绍什么就是 emergent grammar 是怎么样形式啊，然后文宏就帮我们看，就是他这里讲的 grammar 跟 traditional 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再来就是庆宇就继续介绍深入的 lecture 中 constructing grammar 这样子。
然后我的部分就到就是正好我们有没有任何问题？不清楚的地方，我只能再看一下什么时间。你们什么时候给我们 data？哦，第三题才有。没有 data， 我们要怎么理解？给我们给 data， 先让大家看看 data。好，现在所以这个是概念嘛，哈。等下我们来看一下 data。定的定义嘛，它是 transitive 还是 intransitive？ 了解，比方 it， 你的前提是它是 transitive， 你才会去解释哦，它有 object deletion， right？ 如果你一开始就认定它其实就是一个 intransitive 的动词，你就不需要去解释其他的东西。那这整篇文章就是让我们看到，在 spoken data 当中，这个 distinction 根本就没有找不到证据的，不存在的。如果你今天看到一堆，等一下我们再来回应逸轩的问题啊，所以它是不是只是 spoken？如果今天你实际接触到的语言中，或是 language use 哈，都是这种情况，你怎么能够说它就一定是 transitive 呢？了解吗？好，来，嗯哼。就没有嘛？他这边给你的看法就是说，你用什么标准去定义那个 of 是 preposition or particle？ 在语料中你实际看到的，它就是。哦、oh, ，I turn on the light， 介词对，介副词 turn it on， 那个 on， 对。可是实际上你在语料中看到的时候，它的位置就是都在那里。那你为什么硬要说哦，这个是 particle， 这个是 preposition？ 然后下面这个什么叫 predicating object？ 你了解它的意思吗？我们通常说一个句子一定有 predicate 嘛。那 have fun 到底谁是 predicate？ 是 have，OK？、Okay? 然后加了一个 transitive fun， 还是 have fun 本身就是一个 predicate？OK， 所以有这三个模块来看，大部分的 predicate 它并没有一个 fixed 的 argument structure， 就是说 is、that 跟 that。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的argument structure 的 extension 是很多变的。那多变的前提取决于它们出现的 frequency， 也就是说，这个
个 verb 它我们使用它的频率越高的话，那它就越不太可能有一个 fixed 的 argument structure。快到不行了。我第一题是问，这个开发到底是装了，对 Frame 没什么新的观念。是那你刚刚说就是Emergent Grammar， 就是他用一个比较不同的看法来看这样子。那我就想说，好吧，那就跟以前做个比较好了。我们就以前就会认为它是一个，刚刚最后一个老师有提到它是一个 fix 的，然后它是一个。speaker 所拥有，而且是一个 abstract form， 在对 speaker 而言，在一个语言也是这样子。然后他刚刚第二个，他就说他是经由 discourse 跟 discourse 来 shape 他的常规这样子，规范这样子。然后如果在 tradition 的话，他是当我说出来那个 speaker 说出来，他就是他说出来的时候就会实现。就是实现出来这样子，然后刚刚第三个他说他是一个 real time dynamic， 然后如果是 tradition 的话就是固定的一个形式这样子。那他课本最后提到说，其实像这样子系统化的 grammar 需要借由lexicon 跟 lexicon 来寻找它的系统性。然后如果他说如果你要了解一个语言的系统性呢，我们就要真正去了解它的 discourse， 然后看。就是我们人是如何了解跟使用这个语言，然后最后一点就是我们 speaker 到底知道呢？不能，我们知道的不能跟我们所做的分离，就他最后就下了一个这样子的结论。然后接下来例子的部分就是青云会帮我们说。好，就是各位同学大家好，我要负责的部分就是到底我们在建构一个 grammar 的时候有什么因素是我必须考虑进去的。第一，它总共我整理出来有分成三点，第一点跟第二点是比较 traditional 的概念，然后第三点是就是在跟 paper 要 argue 的，然后第一点是那个 argument structure， 像比如说，这 argument structure 它就是指说，一个动词它会根据它的 meaning 还有它的 frame， 然后被列在我们的那个 mental lexicon。它的 frame 还会包括这个 semantic rule 和它的那个 argument 之间的配搭，然后此外就是还要考虑 linking rules， 它就是把那个 semantic rule linking by grammatical relation， 像是比如说我们之前的 subject 就会比较有可能是 agent 嘛，然后 object 就有可能是 relation。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其实 argument structure 是建构在 human experience 上面的。举例来说呢，就是像比如说 hit， 你就知道根据我的经验，就我打一个人，所以要有两个 argument， 然后一个是对打的人，一个是打的人就是 agent， 还有一个是承受被打的力量，所以是 patient。然后还有就是一个 linking rule， 就是 agent 会承受到 subject， 然后 patient 会承受到 object， 这是 argument structure 里面的一些运用。然后再来第二个我们要考虑进去的因素是 construction， 然后这个就是在上一组已经很详细的帮大家介绍了，然后我就很就是有带过去这样子。像 needs 它是本来是它是 intrinsic verb， 然后它是可以 occur in the closed notion construction which has an argument structure with the direct object going to some location。那个 sneeze 是打喷嚏，本来我们打喷嚏是 intrinsic， 但是它如果用在这个结构里面，它就会有那个它打喷嚏 post 的 nothing， 然后去 go to some location， 就是 off the table， 这个就是 construction grammar。然后第三点就是也是这篇 paper 的重点，它是考虑到 languages 还有 discourse。然后是由那个 frequency 来体现的，像它可以分成 low frequency 跟 high frequency。low frequency 是，它因为它比较少出现，所以它使用的
words， 因为我们常常出现嘛，出现的也有限，所以它的那个 argument structure 是很明显的、很清楚的。然后所以它的 semantic role 也会很清楚之间的配合。因此这个动词它本身就是指在比较 high emotion 的一些特质在。然后相较于 low frequency， 然后 high frequency 则是说，它是它比较，因为它常常出现，所以它的 limitation 是比较少的。然后因此呢，它就会有 a range of possible argument structure。所以呢，它动词本身它是一个 low information verbs， 这样大家也懂吗？好，我们来看例子，就是像比如说 get， 它是我们英文里面最常出现的 verb， 然后它就是本身是没有什么明显的 argument structure。像比如说，二十它 get got sick， 它可以加个加的是 AP， 然后二十二它可以加的是 NP， 然后可以加是 PP， 然后二三是后面可以加 NP， 然后二四它一样是 NP PP 这样子，这边也是差不多，那这边应该是 AP PP 吧，所以它的整个 argument structure 是非常的，就是很 flexible。然后就是相对应于我之前讲的那个，它因为它是 high frequency， 所以 high frequency 所以是 low information word。好，然后第二个例子，它其实也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表面上看起来很像的一个 word， 并不代表说它是同样的方式储存在我们的 mental representation。它有时候是存在不一样的地方，像是说，27的 I think 跟28的 NP think， 就是28是 NP think， 它们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有什么证据呢？就是像27，它的那个 I think， 其实它是比较 modal， 就是它出现的位置可以就是在句首，像比如说 I think I can afford it， 或者是 I can afford it I think 都可以。但是28它并不是那么的 flexible， 像比如说 they think she asked for it， 但是 she asked for it the thing 就不太好。然后从 pronunciation 上面来看，27的 I think 也是那种缩写的词，然后28的 the thing 它也是两个字，所以其实28它的 the thing 还是 carry 上这个 semantic meaning， 所以它会分开。然后从结构上面来看，就是大部分的 speaker 认为说，27题的 I think 它只是一个 epistemic 的那个插入而已，然后但是28的 the think 则是一个 complex sentence。好，那我们下一篇文章就是 exactly 要看 I think。OK。好，那最后一个就是证据，就是说，从那个 data 里面去看，27它。I think 后面可以接 that 的，可以接 that 的那个词是几乎没有，但是 I think 后面都可以接 that。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看起来是 structural identity 的时候，不一定是 this in a physical identity。对这个 frequency 也非常。
真的是报告的非常的精简，而且 to the point 啊。但是我还是要再花五分钟稍微把它讲的更完整一点啊。我最后一个问题其实问的比较 tricky 啊。Argument structure 跟 construction 都是我们过去学的嘛，所以你看这篇文章啊，它其实很有条理的。我用了你的啊，我到现在还找不到我的书，掉的不知道到哪里去。一开始他讲说，过去我们 traditional 对 argument structure 基本上就是两种做法嘛，所以他这边讲，比方 generally 动词会 project 那个 argument structure， 对不对？或者是 constructional 的角度，有没有？他就讲到这两个。可是呢，第二个部分开始 argument structure and conversation 的部分，这里他就呈现出在 conversation 里面你真正看到的 argument structure 是什么样子。所以刚刚宜家只报告了其中的几个，我希望带你们全部看过一遍，这个要一个一个来。我本来是希望你们第一题第二题就能够讲这个部分的。你看第一点 A， 就看 A 有没有，这边他就是在 describeConversation 当中呈现的 argument structure 到底实际的真实面貌是什么吗？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大家念一次好不好？快点来。The majority of the predicates in the data aren't the verbs in the examples in the argument structure literature, like 什么 break, give, send. OK, 你都不是这些动词啊，是什么 ？Aren't, but are dispersed verbal expressions. 他给你的二三四五。哎，这是在 spoken conversation 里面你真正看到的 predicate 是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啊？ I'll be getting much out of it， 这个你到底要说动词是谁？ I think I'm over， be 动词， I'd be on prepositional phrase， OK， come in green， 哎，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这种 predicate， 所以这是第一个现象哦，这是你在 picture 里面看到的第一个。然后接着呢，他说 ，most of them 怎么样 ？Interestingly, have no real-world things associated with them. 因为我们过去说，哎 ，killing 就是 killing event 嘛，它一定就牵涉到某些 participant。如果你看到都是这些动词，你怎么去 project？ 可以吗？所以他做一个小的结论，你们回去看哈。第二个现象，他带我们看的，刚刚宜家已经看到了，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We can assum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ransitive and intransitive. 因为实际在 conversation 里面你看到的已经没有那个 distinction 了。Okay? 你认为的 transitive verb, 它 used most frequently 的是 intransitive. 那你说那个 distinction 在哪里？ Okay? 然后呢？ P 这个你们刚刚有讲吗？对不对？哈。然后这边也有讲了。C, 来看一下 C。所以刚才已经讲了 A、B 了 ，C 是什么 ？Most of these predicates in conversation don't have a fixed argument structure. OK， 这个已经看到了哈 ，cut off 没有问题。然后呢，然后他就这边就连到那个 frequency 哈，这边有一个重点，刚刚其实也已经谈到了，可是这边有一些例子让你看到的是说，即便是 phonology 也呈现 frequency effect。OK。所以同样是三个音节的词，很多词被我们练成两个音节，原因是什么？频率。所以他这边不是举了例子吗？在后面。在后面哈 ，OK。所以频率一直就是影响语言表现的。那所以回到这边，可以回到刚刚一勋的问题啊、哦。如果我们 frequently 听到的。frequently 接触到的语料是这个样子，那你要怎么去定义你的 grammar？ 我们刚才说 conventionalize 其实是从 frequency 来的，就你集过去很多的经验 use 上面出现的情况成为你的 internalized 的一个东西。如果你看到的都是这个，你是不是要修正你对 grammar 的定义？这是他们的整个的 line of argument 哈。所以呢，第一在哪里？第一刚刚已经念过了，没有第一了，已经没有第一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最后的结论。OK， 最后的结论，
大家都找到了吗？第六页，在 section 3的上面，它有个 conclusion， 有没有？他说 ，argument structure isn't a fixed property of predicates in the mental lexicon， but is rather fluid and adaptable to conversational goals。Again， 他把你的目标讲出来了，就是一个 context 的因素。The model upon which linguists base their views of clause grammar needs to be one which accounts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grammatical units in ordinary talk, rather than one which only accounts for a small fraction of what people do when they build discourse.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篇幅在 literature 里面，在整个 linguistic study 里面，我们用的那些语料，其实在实际出现是一个A small fraction. The majority 是他刚给的那些例子。那些例子有没有人讨论 ？So far 没有人讨论过。OK， 这才是最震撼的一个部分。他要呈现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回到最后一题，我们就结束哈。你真正要考虑的是，如果你真的看 discourse， 这些东西都开始变得有问题了。了解吗？我们过去谈的 argument structure、constructional pattern 都变得不太实际耶，因为实际的语料看到的不是这些。来，逸勋，你要问问题，问最后一个问题，我要走了。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其实你说会有问题，是因为你要把它从外就是外显的东西一路灌到内显，可是。有没有就是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就是他们其实是不同 label 的东西。那本来就像一个筷子，它原本是直的，可是你放在水中里面，它会进色啊。那你不能说你就不能说看到这个进色，你就说这个筷子是弯的。可是你把它抽离出来的时候，假设问题是你大部分的时候看到的筷子是进色的，还是大部分的时候你看到的是没有在水里的？这就是 the whole point。对，那你不能，可是我一说回到说你要论这个，你要去谈这个筷子到底是直的还是歪的时候，你就看你大部分时候用筷子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不能把它区分说在水里面看到是歪的。不行嘛，不是不行啦，重点不在那里啊。现在的重点就 exactly 你大部分看到筷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是不是筷子的本相？ This is the whole point。你当然可以说哇，这是 spoken， 可是这就是 real data。Every day 你 encounter 的是这种 data， 但是我没有说他说的不对啊，我意思说我可以把它区分的是很雷同。可是现在重点就是，他要从你的这个部分，再进一步的说，你 postulate 的那些东西 ，basis 到底是什么？如果 90% 的 data 是这个样子的，你以前 build up 的那个 linguistic theory。是不是我所谓的有问题是你不能够 account for the majority of data， 那不管是谁哪一个理论也好，都承认是有 input 才会有某种见度嘛，对不对？那孩子学习语言也是听到这些东西以后去建构他的 internal grammar 嘛，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人去反对，因为他一定是从听到某些去建构。好，那就算你承认有一个 internal grammar， 你还是要看清楚你的 input 到底是什么。他现在给你看的就是你的 input 其实是这样子的东西，可是却能建立出像就是书面语这样子。没有人说是书面，因为书面语其实不是 natural language， 书面语其实是一个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所以他其实间接就是要批评你过去那些整套的理论都有问题嘛，因为你不能够 base， 你不能够去解释大多数的你真正的那些 input。 可是如果像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一条鱼，然后这个对我来说是 second language， 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不是啊，我没有说，你刚刚是说 writing， 我说 learn to write 跟 learn to speak 是不一样， speaking 才是 natural 的嘛。对，可是也不可否认，就是吃它本身还是具有那种 sensitive， 但是它在这里面，他们就是 argue 说，其实很多都是 dynamic 的。他没有说不是 sensitive 或是 interesting， 所以他说是 no distinction， 也就是说他。两个都可以，所以才叫 fluid， 叫 dynamic。那什么决定是你的 communication goal 嘛？所以他刚不是讲得很清楚？我带你们读那个结论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现在你们要先建立的是搞清楚他所谓的 fluid， 所谓的 dynamic， 所谓 emergent 是什么意思。OK？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接触很多的都是像什么省略很多的语料，那我们
重点是它不是省略，你看到没？你所有的讲法已经是在一个你的既有的前提之下，没有省略可言。这里面没有一个东西是省略的，就是对他来，因为你有一个，你先有一个前提，你觉得他应该是怎么样，你才说他省略嘛。可是他觉得根本就不应该有那个前提，你看到的前提，这里面没有一个句子是省略，它都完整的。可是它完整的里面，它不是用你用的那些你所谓的 prototypical transitive verb 嘛 ，break, hit， 不是啊，它都是。You know, I'm fine. You know, I'm getting something. 就是他刚一开始我带你们看到的，所以第一组的 data 非常重要。Get 是后面他用一个动词来解释。第一组的 data 二三四五，他说 conversation 你天天用的跟你天天听到的是这些东西，是这种类型的 predicate。我们怎么以前没有人讨论过这种动词叫什么动词？Be get much out of, I am over. 他没有省略任何东西啊，他都语义完足啊。只是跟我们以前研究的，尤其是我们这些 linguist， 我们 make a theory out of a small fraction of data that we think language is. OK， 好不好？我们到这边先结束，有问题我们下次再继续讨论，非常好哈。OK。